你想干什么？要造反吗？你问我呀？我参谋，你还是调过头去，问问你能不能跟他谈谈。你倒反问起我来了你啊？你就别装了，你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呢？我现在就给大家伙说，弟兄们呐，我跟你说呀，就在前两天。 那个汤景武瞒着咱们大家伙跟南京方面汪精卫的人谈判，要把咱们方案团变成汪精卫的和平军，要带着咱们去打汉奸呢，弟兄们，你们能答应吗？不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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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怎么自己人前后对着自己人呢？干什么呢？哎，大家伙儿都看着哈，这就是那个大汉奸，他来了。严三儿，说谁呢？作死啊你！他才作死了！严三儿，你疯了你！我没疯，是你疯了，还敢带着我们的弟兄去投奔王景武为大汉奸？啊呸！我们弄不死你！胡说！严三儿，你这听谁说的？唐静武。 我欺压头名是跟你来打日本的，可不是跟大汉奸的。崔大哥，你哎，崔老弟，你千万不能受他的挑唆。是这条错呀！哎，我那唐静武呀，我问你，你敢据实回答吗？你问吧。好，前两天，你是不是跟一个叫陈明的一位代表谈判？是不是啊？是，但是我跟陈明是哈，大家伙儿都听见了啊，是就成。 你是不是先那个官小了，那个钱给你少了，额外的还加条件？那是我跟王参谋的计策。你看了，大伙看着吧，他承认了。哎呀，什么计策不计策？这就是你们那个王的把那个托词。啊，大伙是不是啊？王八犊子你！唐静武，算我瞎了眼了，这个恩人，我爹在宰了！别闹！别闹！别闹！ 严三儿，你这是来逼宫的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严三儿，你得逞了。你呀，用不着带着这些弟兄们过来闹。不就是个团长吗？打今天起，江海镇保安团团长不干了。哎，他你不能中了他的奸计呀！啊，严三儿，我认你老了。万岁，你老了。 没老了，会长德高望重，是江海镇的倚重泰山。会长，你得出面主持局势啊！这个江海镇已经没人管了。是啊，会长，您是众望所归的领袖，保安团内讧，汤静武下台，严三甩手撂挑子，这日本人来了，可就是天大的灾祸。是啊，会长。 应该把保安团的指挥权要回来，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江海镇有什么不安定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总让人感到不安呐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大事儿啊！保安团是江海镇养着的，要闹啊也闹不出大圈去。先静观其变吧。团长，不好了！参谋长带领大伙去驱逐镇上的日伪人员了。 你赶紧想想办法去阻止他们呢。汪明贵怎么会这么干呢？说是照着严三的意思做的。严三，这老王真有一套。这严三不是说也抗日吗？不是说不当汉奸吗？看他这回怎么办？看来汪参谋是在帮你呀。严三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 那你呢？你今后怎么办呢？我呀，我还实习我的老本行，谁让我有一技之长呢？这叫老天爷饿不死手艺人。哎，你疯了？保安团的事你不管了是吗？啊！团长，团长，小雪。 得了，我也不是团长了，快快，快回去吧！啊。
船长，你不离开江海镇吧？哼，当然不离开了。连三儿，哎，根据皇军方面的提议，现在南京政府决定，由你担任南通警备副司令，兼江海镇警备团团长，军衔是上校。 兵马还是你们保安团的原班人马，你的江海镇警备团可以扩充到1000人。恭喜贺喜，严三高升。感谢田晃，感谢汪主席，感谢陈代彪和天竺大佐的栽培和提携。我严三儿就是脑袋掉了地上，也有保大陈先生和天竺大佐的恩情。 好，皇军就喜欢像你这样的知恩图报的人了。严三儿，赶紧替这个丢人的哈！我敬陈先生，恭喜天竺大佐，喝一杯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抗日必胜！抗日必胜！拘留所有日本人员！陈先生。 没事，你们继续合着，我进去。哦，没事，去去去去去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抗日必胜！抗日必胜！拘留所有日本人员！拘留所有日本人员！干什么干什么？想造反呀？你们都挺着，容我井下的陈代彪和天竺大佐，我饶不了你们！滚！ 和日本鬼子在一起的都是汉奸！你这个老贱娃，你想造反呀你？官子，预备！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打！你们等着！难道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？敢到我们这儿来撒野？怎么不敢？里边住的日本人都给我滚出来！ 这里是练武的地方，不是战场。这里是中国人的地方，不是你们日本人撒野的地方。赶紧带着你们同伙滚出江海镇！把你们保安团团长弹劈武将来！他已经不是保安团团长了。什么？这里是中立区，我们受中立区法规的保护。少废话，中立区从今天开始取消了。 情况来看，我认为汤静武是被赶出保安团，应该采取措施。对，目前我们对保安团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。小野君，你怎么看？既然我们已经撕破了脸皮，那么只有当面相见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将军阁下，我请求率本部联队讨伐保安团。 把江海镇夷为平地。将军，我愿率部前往。哦，江海镇攻势坚固，保安团久经沙场，而且受过皇军的训练，你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愿立军令状，10日之内荡平江海镇。10天？那就7天。唐副司令，就算给你70天，传回的也不是家暴。 而是伤亡数字吧，小野君，我会用事实来说话。那就给唐司令7天时间吧。将军，备战集结部队需要3天，攻打江海镇需要7天，请将军宽限10日。好吧，我们就在这里静候唐司令的捷报。 怎么样，孙先生，伤好了吗？好了。
好事儿，可你把保安团给弄丢了，这就不是好事儿了。哎，无关一身轻更是好事儿。怎么样，刘司令那边什么指示？他让我们想办法提前做好江海镇百姓撤离的准备，同时要做好保安团撤往新四军根据地的准备。可现在的问题是啊，保安团的指挥权已经易手了。哎，那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。 我们必须得在日本人之前找到宝藏。哎，老王，来进屋吧。 坐，怎么样？最近保安团情况还好吧？自从你走了以后，严三这个副团长就开始代理团长了。不过我这个参谋长也不是吃素的，他想命令干这个干那个，没那么容易。好啊，有你在，就放心多了。哎，虽然保安团有我们很多的弟兄。 可是让严三这么一挑唆，一煽动，有很多人都站到那边去了。要想让他们回来，还得需要一些时间。我说你倒轻松了啊！你这么一走，把一大堆烂摊子事儿都扔给我了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呀，也不能怪他们。你想啊，咱保安团这帮弟兄大部分是都是本地人，跟着严三走。 情有可原，辛苦你了，王大哥。谁让我是你大哥来的？你挖个坑，我就得往里跳。你找我来什么事儿？我听说唐司令的部下范长庚的师要在三天后进攻江海镇，消息可靠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？是苏明辉的部下送来的。这苏明辉看来人也不坏啊。 别说人好好与坏了，赶紧想退敌的方法吧。我的本行是医生，所以这排兵布阵，也得从医学的角度来考虑。咱们本钱小，不能跟他们硬拼。我想，投毒。嘿，哎，你当这参谋啊？ 这都屈才了！停停，别跟我戴高帽，说正事儿。队伍范长庚的部队怎么个投毒法？投什么毒？你是医生，你得给我开方子。中国人不杀中国人，这8000多弟兄，咱也不能说一下都给他毒死，这不成。哎，就不对了，这个我同意。你看这样成不成？ 唐司令，你的部队为什么还没有出动？将军，我部范长庚师正在集结，徒遭暗算。你说什么？我的营区水井里，被人下了大量的中药，现在8000人吸毒，有60%是轻度，还有30%是中度，正在卫生队治疗，10%重度，正在医院抢救呢。这么说。 医长师的人马都中毒了。是是是，将军。现在我的兵营里，人满为患呢，一片狼藉，医院卫生队全满了。抓到投毒的人了没有？正在侦查。我现在想啊，肯定是事先走漏了消息，才遭此暗算的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江海镇的保安团里有高人呐。 将军，我现在怀疑是汤进武在背后操纵保安团。您想想，汤进武是军医出身，只有他才能想出这种主意啊！我要的不是分析和怀疑，是确凿的证据。是，是是。唐司令，你误了皇军的大事了，整整耽误我了3天的宝贵时间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 将军阁下，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出征准备。
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将杀进江海镇。好的，将军，严三儿曾经给我描述过江海镇的防御工事，我曾私下里多次演练攻克江海镇的方案。我们虽然有坦克大炮，可是也要用5000人的伤亡，一个半月才可以攻克江海镇。不，江海镇没有战略纵深，我只需要10天。江海镇虽然没有战略纵深，可我怀疑康晋武脚踩几只船。战争一旦打响，新四军还有重庆的军队就有可能相继参加战斗，那么就有可能演练一场大的战役。一个田中联队那是小菜一碟。小野君，你有何高见呢？据我观察，江海镇的实际控制权都在胡德普的手里，想要控制江海镇，就要首先解决保安团，解决保安团就要从胡德普入手。我命令田中联队即刻出发，陈兵江海镇，威逼胡德普屈服。嗨，田中大佐是来跟你们胡会长谈判的，把门打开。田中大佐是来跟胡会长谈判的，你把门打开。哎，这事咱是不是向胡会长报告？要不非咱也不好解决啊。啊，好，那我去了哈。哎，我去。好。田中先生，小野君，今天光临寒舍，不知道有何贵干呢？胡会长，想必你也知道，现在我们大日本帝国正在帮助汪精卫主席开展和平建国的伟大行动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将建成一个东亚联盟，这样你们中国人就可以和我大日本帝国一样，共存、共荣、同甘共苦了。宏伟，这真是一个宏伟的计划，只是鄙人是一介草民，不明白你们跟我说这些用意何在。胡会长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就别跟我装糊涂了。算了，我就跟你直说了吧。现在我们想重新整编保安队，全心全意为汪主席的新政府服务。吴会长，你知道现在保安团的团长汤静武已经卸任，需要一位新团长。我们想了好久，最合适的人选是你。哎呀，老朽年事已高，而且一直都是从商，当团长带兵恐怕难胜重任。哎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派小野君作为你的参谋长辅佐于你，还有银三、方明贵等都可以辅佐你。这恐怕难以从命吧。啊，看来胡会长是执意不从喽。不是执意不从，是难以胜任呐。玉田先生亲自点了你的名，你如果不肯，我们无法奉命。而且玉田先生的脾气你是了解的，你再这样推脱，我担心。哎，不，是否容我考虑一下？哎，这就对了吧。胡会长，这是您的聘书，我等着你的消息了。田路，田中军，你说他会不会答应？他敢不答应吗？他可是只老狐狸，总该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吧。哦，我不明白，
玉田将军为什么一定要用他来当团长？你知道什么？他是这个镇上最有德望的人，我们只有把他拿出来做幌子，才能服众，才能牢牢地掌握保安团。我有些担心，他的势力已经很大，要是再当上团长，会不会影响到我们？哎呀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 玉田将军早做了安排，他这个团长是个虚的，真正的权力还是在你这个参谋长的手里。哦，还有，据情报人员汇报，新四军可能要对我们采取行动。现在我们就要去唐静武那里检查一下防御工事。好，玉儿。 放手！你这是干什么嘛？爹，难道你真的要去给日本人当走狗吗？玉儿，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。怎么过分了？汪精卫那个大汉奸去投靠了日本人，日本人又收编了保安团，那不成了走狗军了吗？您要是去当了团长，那就是汉奸。你错了。我要是不当这个团长。 只能保证我个人的名声。我要是当了这个团长，就能保证全镇人的性命。我不能为了个人的名声，把全镇的人往火坑里推，你懂吗？爹，女儿这不是心疼您吗？我也知道，这些年您为江海镇操碎了心，谁都能明白您的苦心。 可这是千古名节的事情，您要三思啊！记得按时吃。唐大夫，唐大夫，唐大夫。 舅舅，小姐，舅舅，小姐，听这是怎么了？我见这防御工事摔了一跤，这不是摔的呀，他是被一个厅大门大缝给我给咬的呀。哎呦，我狗咬的啊！这我可治不了，这狗咬的你得去西医那儿治。我这现在是中医，你不是西医吗？怎么改成中医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药品、医疗器械什么的，这都被你们垄断了。你看我这，你们也都见着了，什么都没有。 只能改中医了，啊！我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，你赶紧给我治！小野君真不是我不给你治，不是你，看这真是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给你治？要麻药没麻药是吧？要空血疫苗也没空血疫苗。哎，我这有瓶白酒，要不然我先给你消消毒。啊，好，你先坐，先坐。哎呦，哎呦。 伤口这么深啊！这是大狗咬的吧？哎呦，可不是，这一趟能给挺大的狗啊！这什么品种的狗啊？这是？哎，你赶紧给我治！哦，我跟你说，但是咱先说好了啊，你呀，将来还得去西医那儿打狂犬疫苗。我这儿呢，你看我这儿也不是酒精，这就是白酒，我给你消消毒啊，好吧？ 小妖精，这是什么狗啊？这是咬的！哎呀，疼！哎呦，小妖精，哎呀，疼！哎呦，三儿，哎，你这良心太坏了！不，小妖精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说我被狗咬了？ 毁坏我的形象！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啊，你要是真赶上了这个狂犬病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爸爸，那你在诊所里为什么笑啊？
难道我被狗咬了，你很高兴是不是？没有，小野犬，当时吧，我就看你疼着，我就没忍住，我就笑。滚！小熊，滚！我滚。搬，快点搬！一会儿小野君回来了，快！哎呀，那些资料要注意啊，都别掉了。田中君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个房间我用的有点大，我想换个地方。哦，那你认为这个防御工事怎么办？只要有防御工事图就好办了。可是我认为这个防御工事是十分的牢固。这件事我会考虑的。你戴口罩是什么意思？苍井武说了，你被狗咬了，很可能会染上疯狗病。原来你搬办公室是为了躲我。防御，同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没想到遇到危险你就自保。你别生气嘛，小野君，就是因为你我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所以才要保重身体。田中君，你的行为太让我寒心了。报告，进来。处长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上校，你怎么来了？您还不知道了吧？江海镇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汪精卫不是要支持什么和平建国，建立什么东亚同盟吗？他们要收编保安团，要让胡德普当团长。那汤静武他怎么办呢？汤静武说不同意收编，下台了。哦，那胡德普他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担心这个日本人上台以后会对咱们中医救国军不利，这不是特意来请示您吗？这样啊，三炮啊，你多派几个弟兄到这里去打听情况。好，一旦有什么变化立即向我报告。好的，那处长，我先走了。好啊！哎，什么帽子？哦，处长。太监，严三儿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家胡会长出任团长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太监，胡会长他的身体不舒服，来不了，就让我代劳了。他说呀，他愿意接受这份聘书。这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？不，太君，这当然是他说的了。我怎么能说呢？要不然我也不敢到这里来呀。好，你们中国有句俗话，叫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我看，你们家胡会长就是一个俊杰。我准备为你家会长出任团长一事举办一个隆重的就职典礼，你回去和老头子商量一下，选定个时间。不，太君，你看看哈，既然胡会长答应出任团长了，那么那个就职仪式我看就算了吧。我是怕他到时候那个身体不舒服，他去不了啊。严三，嘿，哦，看来胡会长是愿意当这个团长了。嘿，既然胡会长已经答应出任团长了，小野君，现在我正式任命你为保安团参谋长。嘿，
听信了严三的话，把你赶出了保安团，还把你当成了汉奸国，我真的不是，不是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有话你慢慢说。别，你别这样啊！怎么了，唐团长？我就是豁出了我这条老命，也要把团长这个位置给你夺回来。你说，咱们怎么干吧？崔老大说的对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人。人，是。自从上次下台风波这么一闹，老王，我突然觉得咱们团啊，内部其实很不统一。咱们现在贸然行动，肯定会引起更大的内讧，所以咱们呀，还得等待时机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是啊，大哥，那得等多久啊？很快了。现在小野倒行逆施，这人心呢，慢慢的他就能聚到一块儿。哟，汤大夫，一克。哎呀，真好啊，这茶馆又开张了，恭喜你阿甘，当上掌柜的。谢谢，还不是各位兄弟赏脸。范老板在里面等你。给客人上茶。好嘞。哎呀，快，快，快！小杨琴，累的呀，歇一会儿。谁？这些战士的体力太差了，差，上了战场根本就不行。不过小杨琴，你别着急，有你这么一训练啊，一切都会有所改变的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在这里给太君倒水呀。哦，你让我也去啊？小杨姐，我怎么着也是个副团长是吧？再说了，我这几天这个腰有点不太舒服，这是。放开！啊！哎呦呦呦！我去，不行吗？快！老爷，那花待会儿我浇吧。哦，那你拿了什么呀？哦，这也是刚刚有人送来的，说是给大小姐的。
好，你忙去吧。哎，哎，把大小姐叫来。哎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老爷找你。爹，您找我呀？不知道是什么人给你送了一本书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哦，这是我让我上海的同学从国外给我捎回来的。你也知道，这苏联的书现在查得挺严的。我不管书的内容是什么，爹得告诉你，现在日本人那边很乱，虽说我们江海镇形势有所缓解，可是不能掉以轻心。我要跟共产党人接触，爹可就你这么一个女儿。哎呦，爹，我不就让我同学从上海捎了一本书吗？您至于想那么多吗？真是搞不明白。明白不明白？你清楚。这就是书上的指示。阿姆司令是汪聂的嫡系，他投敌后，江海镇的局势由原来的日、江和我们三方对峙，变成了现在的日本人和伪军共同绞杀我们。我已经派人打探过了，姓汤的被外交局赴宴。正是我们动手的大好时机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报了没有？没有。
为了你的安全，最近一段时间你先不要贸然行动，组织上会做妥善安排的。好。在不在难